林有三家，我是林林，我是小妮妮，我是米大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去看《无限列车》国语版，接着去看日文版。耶！嗨嗨！好，我们现在已经下车了。爸爸，我带你来。你好，我是黑衣人。你好，我是吴大姐。我是炭蜘蛛。炭治郎又是一蜘蛛。对，手机在家可以。是看人家表演才对吧？你刚不是以为你要你要去表演？对啊，人家不是啊。那我们要买麦当劳吗？啊？我们吃。等一下肚子就饿了。吃爆米花先。想要吃。我要想要麦当劳的鸡块。鸡块。现在11:15，我们哪时候才要开始看？11:45。先吃一今天是来还原的，知道？因为《鬼灭》上映以后呢，我们的频道呢，鬼里面的 cosplay 衣服呢，好多人看了，现在已经7000多人看了，知不知道吗？梦姐，现在7000多人，这两套衣服的影片呢，一天大概都可能都快400-500人看了，每天呢，已经到7000多人看了，啊？200个啊、哦，还是第一名。200多，现在20000多人了、啊。除了200个没人看。小小的给我吃、啊。我可以吃这边就好了。我今天已经知道来还原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们还是比较喜欢吃薯条啊，爆米花跟薯条，你们比较喜欢吃哪个？妈妈太明显了，你喜欢吃薯条。你喜欢吃薯条，对不对？猫咪喜欢吃鸡块啊、哦。那
你们下次要买爆米花吗？我要买鸡块。要买鸡块就好了。长大。不用买，不用买爆米花了，是吧？排队。过来排队。其实还蛮多人。你上次来没有这边吗？这边。这次要。试听对不对？这好像是台湾。又是魔鬼克星了、哦。我们上次不是这一厅对不对？还是这厅？上次是这厅。上次也是这厅了、哦。对。啊，做完以后爆米花给你们。可以。你要可以跟着放位置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你要准备电影。怎么没有一窝坐的呀？嗯。之前看完不是他就跑过去了吗？对，上次被桌子压扁这是我的第一人称视角，我的第一人称视角。只能吃牛洞了。现在餐厅，现在两点的餐厅都结束了。来，小朋友，第二次看，来，如果你来第二次看国语版的，有没有比较好看？看得懂吗？比较看得懂。比较看得懂，对不对？上次座位太歪了，对，这次这声音好大哦，这电影，它的音响声音太大了，因为觉得这次觉得看起来怎么样？好看。你有看到你飞起来？禁止昆虫进入。禁止昆虫进入嘞，蝴蝶你可以进来吗？怎么跑掉了？跑掉了！走了。那我没什么事情。哎，这边商店里面不准动物进来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动物？来，等一下，这样。小明豆子进来躲进我包包里，等下背着你出去，快点！这样不然外面是有太阳怎么办？妈妈，妈妈，明豆子你要到我包包里，等下外面有太阳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不用怕，基隆都是阴天。要有阳光的那个光都不行，只要有光。阴天也可以，万一那个日食呢 ？Hello， 明豆子。明道士，你为什么会是小黑豹？嗯？为什么会是小黑豹这么可爱呢？你要再来看一次吗？我们等电视有再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等爱奇艺一定有的。我已经背出他的音乐了。来。听不懂，哒哒哒哒哒，这就是了吧？它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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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先唱声音，嗓音比较小，再来唱吧。啊，应该是我签名豆子的才对啊。明豆子可以给我签吗？那我报呢？我签的话，等一下可以投钱哦。要不要？那可以给我镶一个吗？那我只有来清蝴蝶咯。今天要帮我开箱吗？好，你
妈妈真讨厌做那个，对不对？这样也不行，这样很精明，她又没办法跟我做。你看，爸爸手会断掉。哟，又飞起来了。你为什么要给人家开？你自己不会开啊？你怎么摔倒了？我先去看《无限列车》电影版版谁？国语版。国语版对不对？对。国语版跟日文版有什么差别？那妹妹你觉得有什么差别？看起来。一个是讲日文，一个是讲国语。国语比较好看，还是日语的比较好看？嗯，我觉得国语比较好看啊。因为他直接讲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直接讲，直接听得懂，对不对？